光二班的赖明伟呢，为了1元回馈幼儿园小朋友的梦想，他自掏腰包，打算在3月29号的时候在桃园办一场慈善演唱会。不仅林依蓉、梁文音和黄美珍等战友愿意加入行列，演唱会呢也邀请了杨培安、林志炫跟萧煌奇等重量级的歌手，为受邀请的小朋友献出爱心。要有每一道伤。星光二班赖明伟为了帮从小在育幼院长大的妈妈圆梦，回馈社会，特别拿出比赛时的奖金，打算举办一场慈善演唱会。我就好像看我自己的妈妈一样，我希望他们在童年的时候，在成长过程中可以有很多人的帮助，所以我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表演活动，让他们可以开开心心的度过一天。听到好朋友要举行慈善义演，包含梁文音、黄美珍还有林依蓉等星光二班成员也义不容辞的加入，再加上国内几位重量级的歌手，演唱会的内容可以说是精彩可期。非常重量级，对，非常重量的一个人物，对，连黄奇老师都说很重量，对，很重量。我跟你讲，因为他很少参加，就是特别，譬如说我们常常去邀约他啦，他可能也邀约不到的一个非常重量的特别来宾这样。而这场3月29号的义演，除了黄美珍的轻快歌曲 ，Hello Kitty 林依蓉也将表演迪士尼和老鼠爱大米等脍炙人口的歌曲，期待现场的育幼院小朋友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午后。